这两张是我特别哈，在我的相机里面把它登录下来。那这些小朋友都非常可爱，也是我们教会哈重要的栋梁。那我们因为他们的可爱，我们都很愿意拥抱他们哈。所以这些学生呐、啊，都非常的可爱哈。那如果你在线上有看到你的相片，那感谢主哈。希望你能够继续维持在神的殿中，这是大人哈，比较青年以上的哈，感谢主哈，漏了这些的目的就是，这些学生可能也包含教员呢，他们都非常的努力哈，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那我们也相信呐、神也特别哈，也都很希望能够去拥抱他们哈。这是感谢神的地方。好，再来这另外一个图面哈。那跟他们接触之后才发现哈，或者他们接触传道之后啊，才发现好像一家人一样。那传道人到处到各地教会，我们都很希望把这些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所以我们也求主耶稣纪念他们，帮助他们在一路上的一个成长。那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拥抱他们。那我想每个国家对小孩子的拥抱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拥抱呢，它是干净的，它是一种包容，是一种鼓励。那在这两个图面里头呢，可以显示出来，主耶稣拥抱他神所爱的儿女，或者这个母亲啊拥抱这个孩子。我们相信，不管我们做爸爸妈妈也好，我们都有拥抱自己的孩子。那在座的孩子，我们也曾经被我们的父母亲拥抱。那我们相信这个温暖呢，是用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比起父母亲的那种的拥抱因为父母的拥抱，包括主耶稣的拥抱，是带来更大的温暖哈。先看语言的部分，拥抱是动词哈，它代表温暖，代表怜悯，代表主动，也代表一个接受。那我们要让被拥抱的人哈，其实我们曾经也被拥抱哈。我们被我们爸爸妈妈拥抱，被我们上一代的这些长辈拥抱哈，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被爱的感觉，那种的感动。实际上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很多每一个人的生活处境不同，尤其又在幕后的世代，我们看到一些征战的国家，很多小朋友失去了这种拥抱的感觉。他们处于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社会国家，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孩子啊，我们真的是很幸福，我们都在主耶稣的包容，让我们还能够继续能够来享受主耶稣给我们这么温暖的一个拥抱，包括我们爸爸妈妈的拥抱哈。好，尤其我们在当前我们最需要的啊，也就是在亲子跟神跟人的关系。那我们要维持这一份美好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要建立在爱的互动，以及包括沟通。昨天我们特别提到沟通，实际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今天，如果时间的允许，我们当然希望很多的生活的见证也能够纳入这个内容，是一个活生生的，让我们更能够体会。但是有爱与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概只有粗略的去分享而已哈。所以因为爱本身它是有一个有力量的感动哈，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那种爱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所以这个爱就变成我们信仰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动力，其实包含了在圣经里面呢，谈到十字架的一种牺牲，其实它的重点的主轴也都在爱的力量哈。那这个爱它是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的。其次，
爱在神跟父母的本身，它是存在一种温暖，存在一种依靠的这种本质。所以并且这个爱它必须是要互相的拥抱。那这个拥抱的爱，我们可以呢建立在两方面来做一个分享哈。那这两方面呢，我想如果时间上的允许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多少这两个层面的部分能够得到一些拥抱的一些出路。一个就是我们要谈的是亲子之间这个拥抱的爱哈。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哈。那第二个部分呢，那神跟人拥抱的爱，一个是亲子之间拥抱的爱，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拥抱的爱。那再来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种拥抱的爱。那实际上我们除了有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建立互动的爱，其实所有的人类我们还要跟神建立互动的爱所以呢大概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分享的部分是亲子之间这个拥抱的爱。那亲子之间拥抱的爱，我先大略先把这个目录的部分先用在这个表格里面先让大家能够稍微看一下，那待会我们就进入这个内容。那这个亲子之间拥抱的爱，我们就又分两个部分来做分享。第一个就是父母拥抱儿女的爱必须要建立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儿女拥抱父母的爱是因为什么，所以呢我们先来分享这是第二个部分但是时间允许的话，就是神跟人拥抱的爱，同样人最需要被神拥抱是因为什么，再来所以他的拥抱带来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分享亲子之间拥抱的爱。好，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家长包括小孩子大家就建立状况希望我们好像去拥抱我们孩子一样，我们好像主耶稣拥抱我们一样，建立这种情境的话，这个内容就能够搭配了那第一个，父母的拥抱儿女的爱必须建立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要有耐心的拥抱。孩子的表现好，当然要抱他。很多大部分的父母是这样，表现好就会去抱他。可是表现不好更要抱他。这样的话，你如果分得很清楚，就会产生一种偏心，会让兄弟之间就产生一个不平衡，好像雅各的孩子一样。那雅各几乎比较偏爱的就是第十一个第十二个儿子，好像把所有的一生拥抱给约瑟跟他的便雅悯。所以呢，孩子的表现如何我们必须不管好与坏，我们必须要抱他，拥抱他，让这个耐心的拥抱成为亲子之间爱的循环。在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有关于浪子回头。这个孩子虽然悖逆，但是父亲一直都是希望他能够回头，所以父亲看到他远远的就要抱他，这是一种拥抱。这个拥抱是带有耐心，所以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包括我们的教员，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员都有不同的情绪，也不同的管理，但是既然主耶稣曾经也抱过我们，拥抱我们，我们曾经也被逆过，但是主耶稣能够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也表达他用拥抱来包容我们。
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耐心的拥抱。很多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对这个孩子可能比较伤脑筋，但是都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头，但是这个孩子都也希望父母能够拥抱他。所以呢，我觉得父母拥抱儿女必须要建立在耐心的拥抱，让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学员，因为我们看得起他，重视他，因为我们的耐心等待，就好像这个浪子回头一样，能够有这个机会还是回到他的父亲这里。所以呢，父母拥抱儿女的爱必须要有耐心，那就好像这个一样，你没有耐心就常常会去骂孩子，孩子都希望你能够拥抱他，孩子也有很多的情绪，当你拥抱他，他就不哭了，好像小婴儿一样，婴儿哭有他的理由，饿，要不然就是好像失去了妈妈的那种味道，当你拥抱他，他就不哭了，所以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拥抱。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温暖的拥抱。当孩子出现挫折的时候，一个温暖的拥抱，它是胜过千言万语的，是代表接受，也是代表一个祝福，也是代表一个支持跟信任。那你今天这个孩子，包括学员，没有一个是一路风范的，没有一个是他的人生是没有挫折的，应该都有。当我们遇到孩子遇到挫折瓶颈，包括我们的学员，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是用很多的千言万语勉励他吗？还是你要给他感觉，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但是这个拥抱绝对是干净的，不是一种机会，不是一种方法，而是真的希望能够用这种拥抱来表达我接受你，也给你祝福，支持你，也信任你。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突破挫折，就必须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不要小看这一个动作。我们越是遇到这个样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立场，因为他已经失去温暖了，他很可能在家里没有被父母亲一个温暖的拥抱了，而是被可能是被责骂甚至毒打，所以失去了拥抱。那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要改变方式。我们希望孩子好，好在哪里？好不是在你责骂，而是你要给他一个鼓励，要支持他，拍拍他的肩膀，温暖的一个拥抱，一个小小的一种勉励，希望他重新站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第五章的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在下面那一句话，辅助软弱的人，勉励灰心，辅助软弱，不是口号，是动作。所以他能够感受之后，你给他一种动作，得到一种温暖的拥抱，他就会重新站起来，是因为你影响他。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家长教员，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学员一个温暖的拥抱。那再来呢，我们要给他一个鼓励的拥抱。什么叫鼓励的拥抱？你支持孩子能够继续付出努力，并且能够信任孩子可以在持续的努力下能够成长，能够去茁壮。而这个拥抱呢，它是一种情感最直接的接受，以及它的那种交流，会让他们在课业或者在课业各方面的生活
情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因为你一个鼓励的拥抱，就可以沉淀他们的心情。我们现在发现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压力是课业的压力，再来最现实的情感的压力，那怎么办？你不能放他，你要给他一个鼓励的拥抱，就好像这个妈妈一样，或者他是老师也好，摸摸他的头，代表拥抱啊，或者因为年纪小没有关系，你拥抱他，哦，那他可能会在心理上很多的话想要跟你说，但是又不敢跟你说，你可能也太严肃，还是如何？但是如果你愿意耐心的拥抱他，温暖的拥抱他，鼓励的拥抱他，他就愿意把他心里那个世界的话，他心里内心的那个话，他就愿意告诉你了。他会把一切他的困难，他面对的，他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因为你给他一个鼓励的拥抱，可能从来没有过，可能没有人鼓励他过，让他自暴自弃，让他好像没路可走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要给他一个鼓励的一个拥抱。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父母亲再怎么严肃，我们为了我们孩子的灵命，不管我们的教员多么严格，但是我们必须要付出鼓励的拥抱，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上能够成长，能够茁壮。那这样的话表示我们所教导的是很有成就，那你教导孩子没有成就，那你就要开始思考一下，你要检讨是不是你没有做这个呢，以下的这些拥抱来鼓励孩子哈。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你身为一个家长，你身为老师，我们就必须要付出这个动作哈。好，再来，我们要有互动的拥抱，亲子的感情的培养，默契，没有距离，没有恐惧，必须要建立在哪里？互动的拥抱。我们都很希望说，很多孩子都能够跟我们互动，哦，跟我们呢培养感情，跟我们建立默契，没有任何的距离，没有恐惧感，表示你有那一股的互动的拥抱。我在昨天特别分享啊，表情并不能够代表你的人格，而是你的谈吐，你的动作。你虽然表面感觉看起来很严肃，很可怕，很凶，但是你的动作却能够有那种互动的拥抱，诶，这个就不一样的。所以因此我们要从这个互动的拥抱就能够产生什么呢？就能够产生无话不谈的感情。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你跟孩子跟学员的话很短，诶，为什么他跟别人的话语就可以好像谈得很久，甚至时间不够用，但是要跟你聊天只有那两三句话就好像没话，没有话题了。这个就要思考是不是我们没有互动的拥抱。所以为了避免转移到同学跟朋友的身上，我们为什么要一直鼓励用互动的拥抱？就是要让他们的转移到一个非常正常正轨的一种信仰的引导。我们如果去忽略了他，比方说今天我们的中学教育可能有慕道者，一定应该是有哈，或者比较很特殊的家庭，这个时候我们给他的是什么？不是比较，不是轻看他，而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互动的拥抱，让他在一个很特殊的家庭里头，因为来到教会得到那个不同的感觉，可能他的家没有这种的互动，
可能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或者他的父亲还是比较软弱，他就失去了互动。那他失去了互动的拥抱，他会转移到哪里？当然会转移到他的朋友、他的同学。那他到底跟了这些朋友跟同学，他能够给他什么？他们的互动又在哪里？可能他们的互动可能要到外面了、去到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我们要去的场所，毁了他的一生。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圣经十八章箴言第十八章二十四节，滥交朋友自取败坏，但一有了朋友比弟兄更为亲密。我们都希望他一法能够滥交朋友，又会自取败坏，那要怎么办？我们必须要跟他互动的拥抱。感谢主，有很多教会做得不错，我曾经也当过教员，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教员哈，我们比较踏实，比较落实。当然不是说现在不落实，而是我们是比较实际的，能够去跟学生互动。可以参考，当我们每次要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默契，你是那这个班的，那班负责就会跟教员在前一天或者当天就开始联络学生准备上课。我们固定每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宗教教义各班自己找时间要去走访学生，这个叫什么？互动的拥抱。诶，我们这样的动作让家长能够感受到你非常看重我的孩子，他就很愿意把孩子能够支持他参加宗教教育，能够来解决他的人生，帮助他的人生，表示你很愿意跟我孩子互动。虽然我的家庭是很特别很特殊，但是因为你影响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有一个爸爸，他还没信耶稣，可是他为什么到最后他信了我们教会？是因为看到他的三个孩子都在我们教会里面成长的，看到教会这么互动，又常常能够去访问他的家，难道这个父亲不被感动吗？当然受到感动。又在这么恶劣的环境，看到他三个孩子都这么乖巧，他作为一个父亲，他也没有时间管理管教他的孩子，都一仰赖他的这个太太，平时都带三个孩子参加聚会，参加宗教教育。孩子逐渐到高中之后，上了大学，进入社会，他爸爸看到，哇，这个教会太可爱了，看到教会信徒之间互动的氛围，他哪里不会感动？所以最后他慢慢的到我们的教会，慢慢慕道，耶稣就感动他，后来就开始接受我们整个教会所有的教义，最后也得到圣灵，最后有受洗了。这个力量在哪里？他跟我们讲，是因为看到孩子在教会里面得到一种很特别的互动的拥抱。第五个就是沟通的拥抱。我们跟儿女的沟通的减少或者没有结果的时候，就是我们父母亲因为没有关掉电子产品或者是其他，然后自己陷入沉迷。我现在是讲家长哦，就成为最坏的榜样，然后让这个沟通失去了黄金的机会。尤其在末后的时代，大家三星产品太流行了，家家户户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再小的孩子身上绝对都有最基本的手机。这个好吗？有好有坏，各有利弊。但是我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我们没有用一个沟通的拥抱。所以爱儿女或者还有沟通的机会，我们就必须要关掉电子产品，好好的在沟通上拥抱你的孩子。好不容易在这一段时间防疫的时间，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大家都在家里，我不知道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如果对父母亲来讲，你得到了什么？如果对儿女来讲，你得到了什么？还是都一样？还是吃很多了？因为都在家里啊，所以吃得胖胖的哈，等等之类的。其实那个都是其次，重点是我们好不容易全家都能够在家里，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家庭的氛围上得到了一个沟通的拥抱？我很羡慕你们弟兄姐妹，像我们传道人，我们到处要跑，我都很希望要跟儿女沟通。所以像传道人，我都用什么时间沟通？就是孩子要出去的时候，或者孩子要出门的时候，我都会送他。明天我也送他，后天我也送我的孩子。他也特别赖给我，说爸爸，你明天晚上会回来吗？我说很可能啦，但是我礼拜日应该会回来。啊，那孩子的目的在哪里？孩子的目的就是你要送他。这个是我们的机会，就是要成为呢，不要失去你沟通的黄金机会。我只有这样的时间，才能够跟孩子能够有一个沟通的拥抱。我们彼此都会鼓励，我也会鼓励孩子，我的孩子也会鼓励我。我们常常会去用这种方式成为我们沟通的拥抱。所以在座的家长，我们都有，我们都会，但是我们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必须要自己做起，抓住机会，趁孩子还没读书的时候，赶快跟他做沟通的拥抱。要不然孩子一上学之后，何年何月能够像这种状况，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度过一个家庭和乐的生活、哦、所以呢，我们要把握住沟通的拥抱。圣经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圆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这个也是一种什么？你跟孩子的对话，我们跟学员的对话，这个就是沟通的拥抱。我们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哦，孩子，你到那边要注意哈，你不可以这样哦，你回来，我一听到我就怎么样，不可以这样，这个不叫拥抱，你在恐吓孩子，你在给孩子最高的标准，不行，你要用沟通的拥抱告诉他，孩子，你到那里好好祷告，有机会要来聚会，不要忘记什么。这叫做原理带着和气，孩子听到就很高兴啊。我们勉励学员也是如此啊，学员听到哇这么好，这个老师很好、哦、每次上课结束都会勉励我们，用很好的原理、哦、来鼓励我们，听到了这孩子就会慢慢的茁壮了、哦、再来我们要谈的是儿女拥抱父母的爱。儿女父拥抱父母的爱是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孩子跟父母亲的互动好像兄弟姐妹一样？这个很特别，不是因为长得很像，不是因为、啊、好像感觉呢，好像年龄一样，有的孩子跟父母亲的年龄差不多感觉啦，但是我们可以去感觉是儿女跟父母的互动很特别。今天不管你儿女多大，如果你还能够很不在乎，你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拥抱你的父母啊，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我不知道、哦、如果我们真的实体机会，我很想要查，我很想问说在座的孩子、哦、只要是孩子哦，你还有机会去拥抱父母的举手，我都希望问。还是你不好意思，我年龄那么大了、哦、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你上还有父母亲啊，就算教务他爸爸还80多岁啊、哎、那我不知道教务有没有去抱过他的父亲啊，应该有啦、哦、多少是有，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今天儿女能够拥抱父母，还能够有这个机会，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表达父母对我们的无怨养育之恩呢。今天我们愿意抱我们的父母亲，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哦、孩子都希望
能够见到妈妈那个温暖的那个身体哈、哦，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抱了父母亲，不是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老了、不好看了、苍老了，我也年纪了，我也成熟，我也很成熟，不好意思，那这个是不对啦。你的父母亲从小对你无怨养育之恩，那你更要抱他。我们记得还几年前，不是电视有在刚好录到一个在医院有一个孩子抱着妈妈，对不对？他在里面看那个荧幕，我很想要找那个相片，我找不到。这么他孩子已经年纪很大了，抱着很瘦的一个妈妈在医院，然后好像婴儿一样带着那个背婴儿的那个被子。他们以为是小孩子，不是，那个是妈妈。今天如果是你，你会愿意抱吗？还是外劳，有外劳就好了，外劳来服侍就好了，还是用轮椅？那感觉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能够抱父母亲啊，是因为我们感念我们的父母亲无怨养育之恩啊，无怨无悔养了我们一辈子啊，到老都还是关心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哈啊去轻看我们父母亲年老哈，我们更要去抱抱他。所以圣经这边也提到了哈，就是下脚哈，因为跟孩子离开了家里哈，所以你看啊，这个呢母子关系啊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啊，哦。孩子去抱妈妈，妈妈去抱孩子，也不愿意看到孩子受苦，所以这个情境啊很不简单哈、哦。这也是一种家庭温暖的一种感觉哈、哦。第二个，今天我们儿女拥抱父母，是因为表达我们的父母的爱比海深，比山还高，没有人胜过了啦。谁能够胜过你们父母亲的爱啊？没办法胜过啊，用钱买不到啊，海底捞针也捞不到啊，你到最高的山也爬不上啊，妈妈的爱比不上。所以呢，今天我们愿意抱我们的父母亲，是因为他的爱远超过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做在座的孩子们哈，你不管再怎么悖逆啊，你要醒过来，好好趁这个机会拥抱一下你的父母亲，让你的父母亲在这个一辈子里面为着你们啊、哦、劳心劳苦，把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爱都给你、哦、所以呢不要忘记啊我们父母亲的恩情。所以圣经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呢，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跟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他一方面是谈父母，一方面是谈我们天上的神。你看他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我们更应该要回报给我们父母亲呢、啊。所以你看我到现在50多岁了哈，我有困难我还是要找我们的父母亲啊，父母亲也不会回我说你已经几岁了，自己不会解决问题吗？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妈妈讲过这一句话，他不会说你已经几岁了，他反而告诉我你有困难要找父母亲，因为我知道你在当传道。所以你看，难道我们不拥抱我们的父母亲吗？啊，别人你都愿意拥抱，你的父母亲你都不拥抱了，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说不起来哈，真的是很难能够去思考的问题。第三个，今天我们儿女拥抱父母，是表达我们父母对我们付出，他用生命来爱我们，他用生命来爱我们哦。你看我们看到两个例子，马太福音第15章，创世纪44章，我们就以马太福音第15章，这里谈到一个迦南妇人，她是外邦的这个妇女，但是她的女儿被鬼附着，很苦，她都努力的向神耶稣求，她知道她不配了，
他是外邦人啊。耶稣也来是要寻找他的迷羊，可是他不管有多少的困难，只要他的女儿好，他愿意为他女儿牺牲啊，愿意为女儿牺牲，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耻辱呢。哦，哪怕是剩下的碎渣儿，他都愿意啊。我只要我女儿好就好了。啊，你骂我没有关系，你要我做什么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座的孩子，我们拥抱父母，是因为他用生命爱了我们到现在。所以呢，不要忘记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拥抱我们的父母亲，感受他对我们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第四个，我们做孩子的为什么会愿意拥抱我们的父母亲？因为表达父母已经老了，不再回到年轻力壮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一年一年开始苍老，但是他以后会给你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好像耶稣亚所讲的，好像大卫所讲的。他们说什么呢？我年纪已经老迈了，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什么意思？我要准备离开世上了。今天如果你不好好把握住拥抱你的父母亲，有一天你的父母亲离开了，你看到别人啊，这么好，孩子拥抱父母，可是当父母健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拥抱呢？所以不要太硬心，你也不要为了面子。曾经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哈，我不太愿意讲。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把他的孩子哈拉拔长大，这个孩子也很有成就。他读医学院七年，然后当医生，最后当院长。但有一天，可能他妈妈从来没有出国过，他很难得哈带他妈妈要出国。但是觉得中间有一点遗憾，我觉得他的成就是他的父母亲给他的一生，给他的努力。他跟他妈妈讲，如果我们到国外的时候，因为妈妈已经老了，不像过去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但是年纪大了，看到皱纹很多啊，又很顾面子，跟他妈妈讲说，如果我们到国外，因为朋友要接我们，他如果问起你，你是谁，请你回答说，你是我的佣人，你是我的佣人，不要讲妈妈，这个太遗憾了。所以很可惜，如果我相信这个妈妈走了以后，就带给她最大的遗憾。在座的孩子，在座的学员，你要爱你，你要爱去拥抱你爱的人，他为你付出，教导你，给你更多，用生命付出你。包括我们的学员也是一样啊，我们的老师都很认真，都希望你把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也把你当作是儿女看待。哎，他也希望你能够拥抱他，他会更有力量教导你，教导你，引导你，帮助你啊。所以有的教会很，有的教员就做得不错呢，把孩子当作，这些学员当作孩子，所以这些孩子长大成了，没有忘记这些老师呢，没有忘记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教员付出很多，所以一到了一段时间，懂事的孩子他会去回报。啊，老师不求你用金钱回报，而是你那一个动作拥抱了，哇，他很高兴。所以你要做一个成功的老师啊，就要看看也没有学员拥抱你啊。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就要看你的儿女会不会拥抱你。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够拥抱我们。第五个，表达父母愿我们好，但是不愿我们苦。我们在座的父母亲都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很好，就好像这些孩子都很快乐啊，哪一个不希望他的孩子快乐？哪一个教员不希望他的学员不快乐呢？
都希望快乐啊，学习快乐啊，互动快乐，所以我们今天拥抱了他是应该的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啊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好，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神跟人拥抱的爱。现在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你是家长也好，包括我们所有的学员也好，今天我在我们的属灵的身份，我们还有天上的神，主耶稣成我们的阿爸父。如从旧约历史来看，一个最大的经典哦，而是神最高兴的是他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哦。你看我们读旧约圣经，神最 很高兴的就是他被拣选的这些人都很愿意成为怎么样呢，成为他所拣选的选民。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关系就是神跟人拥抱的爱。所以我们来谈人最需要被神拥抱是因为什么。人最需要被神拥抱是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主，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今天世上的人不是用金钱来拥抱我们，那个都是暂时的，不是用名利跟地位，很快就没有了。很多人说有钱人可以把这个钱当作被子一样，但是总有一天你要离开世上，那个温暖不一样啊。所以人最需要被神拥抱是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救我们灵魂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第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哦，关乎万民哦。什么叫关乎万民？关乎得救的意思啊，是跟你有关系。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讲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因为呢，他是我们天上的神，是我们的救主。好，再来，神与人拥抱的爱，人最需要被神拥抱是因为他甘愿道成了肉身。为什么我们人最需要能够被神拥抱？很多人很现实哈，握到名人的手啊，哇，那个手一个月不洗呢，啊，那叫追，有的人是追星呐，哦，希望能够签到名字，跟他握个手，跟他照个相，哦。但是呢，他能够给你什么？他不能够满足你，你只是欲望而已。但是我们今天人最为什么需要被神拥抱？他除了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甘愿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为什么甘愿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救我们的生命。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他是神，何必道成肉身？如果不借着他道成肉身，我们现在还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必须要道成肉身，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那个第八节就好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哦，我们是罪人哦，我们还没被拣选之后，我们还是罪人，罪的工价是死，没有希望的。那现在我们最希望是耶稣能够来拥抱我们，救我们呢、啊。所以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要带子的身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打败了魔鬼的计谋，最后他第三天复活升天，最后我们就要开始要等耶稣要接我们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这样做比较，你要别人拥抱你吗？还是你都很希望面目以求的这个人好有名啊，希望跟他握个手，我们都还没握到耶稣的手呢。谁有握到耶稣的手？应该没有，我都还没摸到。
也看都还没看，那是我们的期望啊，我们的希望啊。所以呢，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期待我们天上的神能够来拥抱我们。第三个，为什么我们愿意我们的救主能够来拥抱我们？因为他的帮助是立刻的。感谢主，我们这次爆发这么严重的疫情哈，据我所知了哈，我们所有信徒被他检检都很平安，虽然有，但是耶稣很快处理呀，立刻帮助呢。神是我们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帮助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苦难哈，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方向。当然很多社会新闻可以参考，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看圣经，看圣经你就得到安慰了，我们不用担心了，除非你离开神。有一个姐妹哈，我去访问她，我说你疫苗打好了没有，她说传道我不打疫苗，打死我都不打疫苗。我说为什么不要，我传道我要准备打疫苗了哦，他也没有讲我说你为什么要打疫苗，可是他给我一个信心的喊话，他说传道，因为我没有打，我相信神，所以我靠神，我祷告，我跟神祷告什么，说主耶稣我不打疫苗，但是求你帮助我，你的疫苗最好，你打一针什么都好，没有副作用，不用复诊，我祷告除了为我还为我的孩子祷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主耶稣的帮助是立刻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天上的神拥抱我们啊。所以你要期待别人拥抱你吗？还是你要期待那个医生拥抱你，他能够帮你，都他自己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了，他怎么能够帮你？没办法。我说你了不起，我没办法，我虽然传道啊，但是没有你的信心那么大。感谢主了，希望愿神成全你，帮助你，让你体会这个可以学习的哈。所以神的帮助是立刻的。第四个，他愿意给我们机会哦，这个是最大的恩典呢。我们希望我们人为什么希望天上的神拥抱我们？他给我们机会啊，这个机会是跟罪有问题啊。我们如果跟别人一个冲突，我们都希望他给我们机会嘛，但是也不一定啊，他可能暗中想要用手段来伤害你，捞你一笔，你都不知道，那是人嘛。可是罪的问题跟人没有关系啊，你罪要跟神谈啊，那你怎么能够得到帮助？我们除非就希望主耶稣拥抱我们，拥抱就是接受了嘛。我们在引言特别提到嘛，哈，他是动词，他接受，他支持，他鼓励你，所以我们今天都愿意主耶稣也拥抱我们，哪一天拥抱我们，他就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了，我们的问题了，他都能够处理，他都能够原谅的。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我们的神拥抱我们，是因为他愿意给我们机会。第五个，他的爱是长阔高深，到现在没有改变的。好，所以这个图面你看，他的爱长阔高深，不管世上再怎么黑暗，他的爱不会改变的，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好，再来最后一个，所以他的拥抱到底带来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拥抱？他跟人的拥抱带来不一样在哪里啊？人的拥抱的感觉在哪里？父母给我们的拥抱感觉在哪里？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拥抱带来什么？第一个，柔和。主耶稣的拥抱是柔和，所以呢，他说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父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了。所以呢，主耶稣的拥抱是柔和的，没有目的，是很自然的，所以难怪我们很爱主。第二个，他带来安慰，他的拥抱是带来正实际的安慰啊，就好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抱在他的怀里，我们得到安慰了。
他的安慰不但是肉体得到恩典，在属灵上又得到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让他得到这个拥抱，因为是带来很大的恩典。好，第三个，他的拥抱带来什么呢？带来祝福，这是最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主耶稣拥抱我们，是因为他的拥抱带来祝福。他的祝福是永恒的，不会改变。人的祝福只是在生活上彼此的一种互动而已，那只是一种言语上的鼓励而已。但是主耶稣的祝福就不一样的，主耶稣的祝福是带来永恒、带来恩典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愿意让他能够来拥抱我们，是因为他的拥抱带来祝福。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人抱着他们的孩子来见耶稣，希望他摸他们，可是门徒看见就责备这些人说，主耶稣那么忙，你们来做什么？所以他说啊，你们出去。但是主耶稣看到不可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因为主耶稣要祝福这些孩子，同样啊，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要安慰，我们要鼓励，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在做的教养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祝福我们的孩子、哦、所以这个祝福是带来很大的成就、哦、再来第四个，他的拥抱是带来接受的、哦、他可以接受我们、哦、所以因此呢，就好像这100只羊一只迷失了，但是主耶稣愿意拥抱你，是因为可以接受你、原谅你、饶恕你。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啊。他希望你能够拥抱他，是因为他可以接受我们的软弱。我们在座的教员是一样，我们对每一个学员可能看待不同，但是我们越是那种感觉很不听话的，我们更要怎么样呢？我们更要去接受他，让他能够站起来，让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那这样的话却能够帮助他的一生。第五个，他的拥抱带来什么呢？带来医治。所以因此我们愿意主耶稣来拥抱我们，是因为他带来医治。他的医治不是只有在肉体上让我们死而复活，他是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所以他的拥抱是带来医治，带来帮助、哦、那再有名的医生，他的能力也是有限啊、哦哦、所以呢，你今天生了重病，他不见得可以解决你一切的困难啊。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拥抱是带来很大的肉体跟心灵上的帮助，心理上的医治。最后，主耶稣的这个拥抱是带来救恩，这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都很愿意亲近他，希望主耶稣天天拥抱我们，是因为他带来永恒的救恩。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在最后的结论，我们要维持亲子、师生、神跟人的关系美好，就一定要用爱的拥抱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让我们的关系上能够建立在爱的基础跟拥抱的感动，然后呢，培养一个自然的默契，没有压力，只有助力，没有距离，只有期待。所以感谢主哈，愿神祝福大家。晚上在这个部分的分享就到这里。